振奋人心的布农族报战功揭开活动序幕，113年度青年创意歌舞暨布农族新传文化活动热闹登场。这一次邀请台东延平乡布拉夫传统文化团，带来一连串传统乐舞，与都会青年分享来自山林的优美文化。希望从部落来的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，因为我们年轻人在都会这边30-40年，就想说请台东的文化团来为我们来表演展演，然后我们的年轻也做一个学习。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自己本族的族人都聚在一起，不管哪一族，然后我希望他们就是把自己原住民嘛的身份拿出来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是原住民。随着移居都会原民人口增加，延续文化的课题也逐渐受到重视。通过活动展演，不仅连结都会与原乡，更是让文化在都会区生根萌芽。大赛米达伊古夏巴努短就是我们的母语，卢萨伊米达多米达多布庄短。大家花很多的这个心思哦，来凝聚我们布农族的族人，哦，能够在都会区，聚集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哦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原乡来，那在都会区生活哦，有这样的一个文化，让我们有一个归属感。这次将乐舞文化搬进专业的展演空间，让都会的民众能专注欣赏，而耆老用身体力行演绎生活，将山林的养分透过音符交织成美丽的织布，让文化的涟漪在都会激起传承的浪花。原视新闻改造马游戏嘉荣桃园大溪曾报道。